舒缓强韧自保，舒缓安抚水，呵护小碗，呵护你。老中医化妆品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老中医。这件事情还是让那个姓翁的给占了便宜啊！这温先生也是啊，怎么那么信任他呀？把实情都告诉他了，他如果告诉我的话，我也能削他脑袋后头那个包啊！人心隔肚皮，人的心思呢是最难猜测，别去想这个事儿。反正啊，你我兄弟俩平安无事，总算是上上大吉。阿弥陀佛，晚上我请你喝酒啊。这还差不多。仪式马上就到了啊！来来来，过来放鞭炮来！过来过来。天哪，我跟你说啊，同样挂在这儿，并排啊。好嘞。都放在这儿。哎，老哥。哎，我来。不，你小，放不了。哥，不能给他。姐，不能给他。快点，站远点啊！你听话，你给我过来！姐，我今天非放不可。不行，多危险呀！炸着眼睛，绷着脸怎么办？我不怕，我就想看我放炮。我说姐姐，你必须听我的，不行！这大过年的，你们吵什么吵啊？那炸着脸怎么办呀？不让他放。那俩好像给我。妈妈跟你讲吧。妈。给你送钱了，放心吧，啊，我跟孩子都挺好的，家里人都挺好的，啊，放心吧，都挺好的。美女，谁也撑不起这个家来。是不是？非常抱歉，让您久等了。你的病不重，只要照方抓药，按时服用，必会痊愈。可别的大夫说病得不轻，我都抓了不少药了，也不见效。您既然叫我诊治，就应该听我的。好，就听您的。这个方子里有一味药，叫龙涎香。很珍贵的，您最好是到程聚堂药房去抓。非龙涎香不可吗？非它不可。
先生，请问你要抓药吗？需要什么药？我那里有，保证价格公道。先生，您不必去他们那里买贵的，他们是大门面，药价肯定不低，而我这里价格便宜得多，而且保证是真货。那边说话，放心了，来来来。这什么价呀？要是买一整块，那当然贵了。可要是买磨成粉的，那就便宜多了。再说，您就算买回这一整块，用不了浪费不说，回家也没法磨。啊，你有磨成粉的？够用不？我天天在陈聚堂外面溜达，要是有事儿，尽管来找我。请假回老家，这一趟走的时间可不短啊。师傅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不是有我呢吗？我一个能顶仨。您在看什么呢？看报呢。哎，看报就能学会治病啊？啊，这抽空看看。对了，师傅，这报纸上说有个西药厂要撤出中国了。撤就撤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师傅。这西药厂这么大，他那厂子里的药不能都撤走吧？咱要是能把他这药低价给收进来，再高价给卖出去，是不是能赚好多钱？我就是看报上写的，随口这么一说啊。我说你呀，满脑瓜装的就是钱，你不嫌沉呐？师傅，我就算浑身上下都装满了钱，我也不嫌沉。有钱谁不赚呀？不赚那是傻子。哎呀，我说小普啊，我们是大夫啊，做买卖的事情咱不懂。师傅，买卖的事儿我懂啊，您可别忘了，我是卖大药丸子起家的呀。你有本事啊，你本事大哈，那你去干吧。我祝你啊，一根扁担两头挑，金山银山挑回家啊。师傅，这事儿我自己哪干得了啊？您看，这第一收药得要成本吧，这第二那个厂子的他老板是个洋人，咱们呢得找个熟人想办法跟他搭上话，只要这个话搭上了，这事儿就好办了，咱该砍价砍价，争取以最低的价格把这药给收过来。这第三呢就是销路，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，只要是能治得了病的那就是好药，那就不愁销路。师傅，咱俩只要把这三样给弄妥实了，包赚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干成这笔买卖，首先我负责掏本钱，我负责找熟人，我负责找销路，是吧？正是。哦，那要你干什么？要我有大用了，我负责出头啊。师傅您想啊，您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您要是出头的话，那背后不得有人戳戳点点的？我不一样，谁认识我呀？是不是？嗯，你这小算盘打得很精细。不是，师傅，您就说这事儿成不成？哎，药壶来。哟，师傅，这事儿成不成啊？你容我三思啊。诊费药费都给我退了。先生，我没听清楚，请您把话说明白。前段日子我到你这儿就诊，你给我开了方子，我花了多少钱先不说了，我是照方按时服用，吃剩最后一副了，却不见任何疗效，你说你该不该退我的诊费和药费呢？啊？请问药方呢？
我的药方没问题。哼，药不见效，还说药方没问题？你这是钢嘴铁牙，死咬啊！我再给您看看。先生，我的药方确实没问题。如果你有异议，可以请别的大夫来鉴定。那我的病怎么没治好呢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口牙能咬多久。您好，这是范先生家吗？啊，是的，请问您是？我是翁全海，我给范先生看过病。来，翁大夫，嗯，这边请进。范先生，你好。你来干什么？退钱吗？我是想看一下你抓的那个药。把药拿过来。药在这儿。这个药里没有龙涎香。怎么会没有？哎，把剩下那点龙涎香拿过来。剩下的都在这儿了。这不是龙涎香，是琥珀。琥珀？对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用火试一下。龙涎香点燃以后冒的是蓝色的火苗，有特殊的香味，而且非常持久。琥珀燃烧以后冒的是黑烟，是松脂香味。哎呦，这身子虚弱，眼睛都花了。哎，我说小普啊，那天你说的那个买卖，我回去以后前前后后又琢磨了一番啊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用的太好了，师傅。那既然您决定了，咱就得赶紧动手。这要是被别人先抢了，就咱就做不成了啊。不过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们事先要讲清楚。师傅，您尽管说。哎呀。是这样的啊，如果这个买卖做成了，赚了钱，咱们师徒两个怎么分呢？啊，这还用说吗？咱师徒俩是……师傅您说了算。真的我说了算？师傅您宅心仁厚，肯定不会亏了我。嗯，这话讲得巧，像你高小普说的话、啊。那我就讲了。哎，啊，您说，那天你说，如果做成这笔买卖，需要三个条件，是吧？正是。嗯，除了这三个条件以外，你负责出头露面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嗯，也就是说，三个条件归我管，出头露面归你管，是不是？
全对啊，这就对了，那就是一分钱分四份，我三，你一，没错吧？师傅，您这么算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？您看啊，您负责的那三件事儿，拿本钱、找熟人通销路，那都是一把就能干完的事儿。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得从头盯到底啊，进货、看货、出货，我都得盯着，稍有差错那是满盘皆输啊。可是我的本钱压在里头，哎，也是从头压到尾，哎，如果要是赔了钱，那也是我赔钱啊，我担风险。是，您说这话是没错，可您忘了一件至关重要的问题。俗话讲得好，无根不长草，无风不起浪。那要不是我发现的这个买卖，咱就没后边这些事儿了。那你打算分多少呀？要不咱师徒俩一人一半，谁也说不出毛病来，怎么样？师傅，您笑什么呀？我呀，啊，还是找旁人研究研究，我换个出头人。哎，不是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要我的意思是我最多分一半。你说最多了吗？我怎么没听见？哎，不管我说没说，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师傅。我觉得最多也不行。您六我四，我还是出去走走。您七我三，拿支笔。范先生，是，哎，给你。范先生，您这是？翁大夫，着实对不住，我错怪您了。啊，过去的事情无需再提。自从服了你的药以后啊，我这身子是一天好过一天，浑身上下舒坦极了。那就好，小小礼物聊表谢意，还望您千万不要推辞。好，谢谢您。老爷回来了，我拿着礼物去了趟全海棠。哎呀，好说歹说，他才把东西收下了。你这说的是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那个翁大夫。啊，对了，翁大夫刚才刚派人来，说你在诊所落了东西，特意给你送回来。东西呢？在那儿呢。来人还说，诊金已付清，足够了。此人可交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师，大师！哎，大师，快点！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师傅。这赵大夫啊，这个他叫乔大川，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这发起病来就大喊大叫，还要人，还无能不住啊！您赶紧给看看吧。吓着了？没啊。遇着事儿了？也没呀。那你没问问呢？问了他什么都不说。对了，他总说死期就在眼前。啊？哎，这赵大夫，我们怀疑他这脑子有问题。听说您在这方面独树一帜，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。来这儿就对了，在上海滩能够治此狂症的，比我强的呀，难找。哎呀，就进对门了嘛。来，哎，师傅。哎哎，把住了，把住了！哎，大川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我切一下脉啊，脉弦滑数，素体阳盛，情志不畅，郁怒伤肝，去于化火，上扰神明，发此狂症，致以疏肝解郁、镇惊安神之法。啊，赶紧抬屋里去。哎哎哎！哎，这边，抬屋，抬屋。小龙，来，这边。小伙儿，哎，备茶。好。
心平气和了？好。这下心里舒服多了吧？这就对了，《黄帝内经》说，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，精神之所摄也。心主神志，心静下来，病就好了一大半了啊。赵大夫，能把绑绳解开吗？赵大夫，我已经静下来了，你尽管放心吧。再说屋外那么多人呢。嗯，师傅心里有谱啊。师兄，要不进去看？师傅都说了，不叫不能进去。哎呀，来吧，讲讲吧。哦，你现在是干哪一行啊？最近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嗨，话是开心锁。心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讲出来，你要是不讲出来，我如何对症治疗呢？赵大夫，你肯定能治好我的病吧？不敢说大话，手到病除而已。赵大夫，我感觉我快死了。何出此言呢？天天那些鬼围困着我，白天心慌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晚上躺床上，闭上眼全是，睡不着觉。你遇见鬼了？没遇见过。那你梦见鬼了？没梦见过。书里画里？没看见。那你何出此言呢？遇着鬼了？放心放心，这屋里没人，就你我啊。放心讲，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哎，先生，请您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啊。我就偷偷看一眼无妨啊，偷偷看一眼。跟站！刚说过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这一抓眼差点被旁人听到。稍安勿躁，我把门锁上。来，哎，那个先生，我们都到那边去等着吧。哎，啊，到那边，不用担心啊。好了，接着讲。赵大夫，不瞒你说，我曾经是砍头的。哦，是猪头、狗头啊？人头。哦，你别害怕，我也是守法之人，都是按律砍头。啊，明白，明白了。就是因为我干的这个行当，我刀底下的那些脑袋可不少啊。有些人该杀，砍了也不解恨；有些人受冤含屈，我明明知道，可我不得不砍呐。本来这些事儿我不想想，也不想说。可我把持不住啊！我睁着眼睛的时候还好点儿，闭上眼睛就想起来，想起来我就做噩梦了。来喝茶。讲完了？我这才刚开个头而已。哦，好，好，哎，碰到我呀，算是你的运气。这么跟你说吧。全上海，也就是我能治你的病，就算你到旁人那里，最终还得跑到我这里来。啊，你呀，是由心病导致的狂症，得先医心病。什么是心病？心病还得心药医。什么是心药？心药就是你得敞开胸怀，把过去的事情全都讲出来。嘿嘿，不能憋着，越憋病得越厉害。
你讲完了，我再讲。然后服用我们家的祖传秘方，养心安神，保你睡得踏实，不日病愈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随便讲讲吧。请讲，随便。你不要害怕啊。我不害怕，我是大夫，我什么没见过。哎，我可以拿骨头盖当油碟，骨架做筷子。那一年有个人犯了死罪，我来操刀。那人跪在地上，伸着脖子斜眼看着我。我说你嫖我干什么？他说我是冤枉的，因为怨气太重，无法转世投胎，必成厉鬼飘到人间。他说我得看看是谁要了我的命，然后半夜去敲他家的门，上他家的床，天天陪他睡觉去。我说你冤不冤枉那是官的事儿，我只是负责行刑而已，你不要找我的麻烦。可他还在斜眼瞄着我。我说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来个痛快的，绝不补刀，让你走得舒坦一点，就算我为你做点事儿。那人说看来你是个好人，好吧，那我就放过你。那人把话说完，闭上眼睛，三声追魂炮响过，我手起刀落，人都落地，刀不沾血。那是一个利索。不要再讲了。只见那个人头在地上滚了三滚，人脸朝上停住了。你猜发生什么事了？好了好了，人死了，没事了。不，发生了一件你绝对想不到的事情。只见那个人的眼睛突然睁开了，两道寒光朝我射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的嘴唇突然笑了起来。我看见了，他在屋里边。不是，这屋没人，没人，先生。你没听见有人说话吗？他就在屋里边。没有，没有，先生。他上你的身了。你就是他，不是我，先生。啊！你还来找我？好啊！师傅，我师傅，别人呢？救命啊！救命！师兄，什么动静？啊？有动静吗？有，好像有那么一点。哎呀，师兄，咱进去看看。有人在里边，能没动静吗？再说了，师傅都说了不让进去，咱们进去不得挨骂呀？要去你去啊！我才不找你妈呢！我叫你说话不算话，我累死你，累死你，我就好过了。你叫我啊！救命啊！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就差一点点啊，我就去见阎王爷了，师傅。要不您喝口水压压惊？哎，你们就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吗？啊，有点动静，有点动静，你们为什么不进去啊？啊，师傅，您不是不让我们进去吗？我要是死在里头，你们也不进去啊？啊，我们后来不是进去了吗？进去了。哎，师傅，要不我给您捏捏肩？赵大夫，好，赵大夫，实在对不起，让您受惊了。哎呀，这算什么？哎，狂症都是这样，我见多了。我是大夫，我能怕他？那他这病还能治吗？为什么不能治？一定能治，而且我还要把他治好了。哎，我现在就给你开个方子啊，养心安神，回去睡前服用
此药好用？此药好用？不好用，我给你开它干什么？哎，您说的是。常有啊，你是太客气了。翁大夫，是您太客气了。我是大夫，给人看病，这是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。可请您喝酒，也是我心甘情愿之事啊。你看看，就我们二人，啊，无需点这么多菜，太破费了。哎，谁说只有我们两人啊？还有哪一位？这可是我憋的宝，怎么能提前说呢？哎呦，这说到就到了。哎，小婉，坐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上海昆曲名角韵小婉，啊，这也是我的好朋友翁全海翁大夫。小姐，你的咳嗽好些了。先生，我听了您的话，回去按照药方煎药服药，没想到还真治好了我的老病根。哦，我本想找您当面致谢的，可苦于找不到您。这可巧，在这儿遇上了。我也没想到，您是上海的昆曲名角啊。不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把我都闹糊涂了。哎，快说给我听听。他还睡上了，睡得可香了。师父，我看他像是好，好了他还来找我，说明没好利索呀。那就让他在那儿睡着。哎呀，睡足了他就走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师傅，那个外国药厂那事儿怎么样了？我都被憋到这里头来了，我还有功夫去想外国药厂的事情啊？等把这个杀人的祖宗伺候好了再说吧。啊，好。还没回来呢，还没回来呢，先生，要不然您明儿再来呗。不急。对了，你们这儿有吃的吗？我们这儿。你们这儿肯定生火做饭，赶紧给我弄点吃的，我饿死了。不是先生，我们这是诊所，不提供吃喝啊。对。那你去外边给我买两屉包子回来，回来给钱。不是，先生，这包子味儿太大了，在这里吃不合适吧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您要是想吃包子呀，您就出去吃。这吃完想来再来呗。懒得动了。嘿，你说睡就睡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走吧。又睡了。哎，怎么又睡了？他说在咱诊所待着，他心里踏实。我看呢。他就是吃多了，食困。在我这儿踏实什么？哎，他踏实了，旁人都不踏实了。你看这一天，都可以给我在这憋死了。哎，师傅，要不然您回家吧。回家？我倒想回了。哎，他坐在那儿，我怎么回啊？他不是睡着了吗？
哎，伙计，快点跑啊！先生不说了吗？脚崴了，跑不快。那好吧，那你慢点啊。咱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不是赵大夫吗？你是？哦，对，你是乔先生哈、啊。哎，幸会幸会啊！赵大夫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办点急事，有话咱们改日再说啊。好，那你先走。哎，不，还是你先走吧。你先走。不，我这个车跑不快。你上我的车。那还是我先走吧。哎，伙计，左转左转，走了。钱给少了？有事啊，赵大夫啊？我琢磨了半天，觉得还是得给你讲讲。啊，有事明天再说吧，我现在还有事情啊。你都到家了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回家了就不能有事啊？明天说啊。要是能等到明天，我还找你干什么？赵大夫，今天不讲完。我这觉睡不安稳呢。哦，哎呀，乔先生，你看，你这病啊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啊，得需要慢慢的调理啊。赵大夫，你真是个谦虚的人呐。此话怎讲啊？自打我服了你给我开的方子，我的病立马就好了。好了？白天没有鬼。晚上也没有鬼，我这觉睡的那叫一个踏实。这个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赵大夫，哎，为表谢意，我想请你喝顿酒。哎，治病救人，医治本分。吃饭喝酒就算了啊。赵大夫，这顿饭我非请不可，这点面子你不会不给我吧？我，赵大夫。乔先生。吃饭喝酒就免了，要不然到我们家里头咱们聊聊天。那也行，那咱们就聊聊聊聊。来来，请请请。哎，请请。哎，哇，哈哈。来客人了啊。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乔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夫人。赵夫人好啊！不必客气，请坐，我去给你们泡茶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看来你的病还真是好了。那都是您的功劳啊。什么病啊？哦，他就是前些日子找我来诊病的。哎哎，我同你讲过的呀，得的是狂症，就是吃了我的药好的，今天特意上门来感谢我的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泡茶啊。是啊，我知道。我马上就泡。是是，去泡茶啊啊啊！哎呀，你去泡茶。我知道。啊啊啊！好，去吧，去泡茶。你先坐一下，我出去方便一下啊。哦，不急不急。哎，什么事？哎呀，你怎么把那个杀人的活祖宗弄到家里来了？哎呀，不是我弄的，是他自己要来的。你不让他进来，他能进来吗？人家已经站在门口了，我能不让他进来吗？啊，来的都是客呀，我要是不让他进来，那有失待客之道呀。那也不能让他进来，万一他犯病了，咱俩能弄得住他吗？哎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他已经好了，你没看见他，举手投足多体面，说话一板一眼的，稳当着呢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我这心都跳成一团了，你赶紧想办法。让他赶紧走！哎，人家是来感谢我的，哎，礼金都带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他带礼金了？刚才在门口，他把手都伸到怀里，准备掏出来啊！我怕周围的邻居看见，就把他请进来了。哎，放心，我跟他聊一会儿，就把他打发走啊！你赶紧烧水，烧好了早喝早走啊！
赵大夫啊，哎，虽说我这人面上干的是要命的活儿，可打心里讲，也是个老实人，心存善念。可你说那人为什么临死之前非要看我一眼不可呢？乔先生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，啊，不必多想，多思无益。可我想不明白，你说那人和我无冤无仇，临行前说好不看我，都讲得好好的，可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眼睛本来是闭上的，脑袋一掉，眼睛又睁开了，啊，还非得盯着我看，你说他安的什么心？乔先生，那看就看一眼呗，又掉不了一块肉。